有望啦，真系有。唔係，因為其實今日我都係啱啱喺內地落翻嚟，即係係啦，啱啱落嚟，跟住就趕嚟做呢一樣嘢。咁其實我就去咗做宣傳，即係為咗婚後事呢個劇集做宣傳嘅。咁所以喺內地做宣傳。咁其實嗰個咧係我哋即係公司內地即點講咧，又唔係 exactly TVB 嘅，即係子母公司係內地嘅公司啦，但係都屬於公司嘅。咁就所以咁我就去嗰度拍嘢啊，做訪問啊，成咁我就第一次去佢哋 office， 咁就見到好多同事，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慰勞下佢哋，知道佢哋平時辛苦，可能幫我哋剪片啊、整嘢啊咁。咁其實咁係咁嘅啫，就唔係茶餐廳嚟嘅，我唔係去拉票。唔係咩話你係咯，好大機會攞。唔係。係啊，唔係啊，即係純粹真係我去啱咁啱去到嗰個 office， 我要拍嘢，要做嘢，咁就順便買啲嘢去探下大家，慰勞下大家。請食咩啊？甜品啊，即係嗰啲榴蓮甜品啊，榴蓮包啊，譬如可能有啲即係都係甜品類咯，但係同埋有啲水果啊，咁即係啲下午茶店咁樣。貼心啊！係啊，第一次去冇留兩手空空噶嘛，係啊。咁係咪咁好口碑，好有信心啊？對呢個獎項真係，大家講到咁咯。其實講我都已經好開心噶啦，即係唔好話點，因為其實都。講真的，真係都拍咗我諗年幾兩年啦，有係咪啊？年零咯，年零咯，年幾兩年啦都，咁所以咁之即係一路都等佢即係幾時出街啦，幾時出街，咁終於都可以出到街，其實對於我嚟講已經係好開心嘅一件事。咁再加埋我哋其實當初出街都會有擔心，唔知道大家嘅反應，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晚出街第一集嘅時候，哇！我嗰晚好緊張。我真的很緊張，即未播之前就播第一集的時候，我真的很緊張，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啦，又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反應啦，咁即又第一次做一個咁重要的角色啦，咁所以都難免會緊張嘅，咁所以但我見到大家即係哇個反應咁好，大家都咁喜歡，其實我真的覺得很感動。你有冇上網睇下啲人留言？有啊，有好多咧，真係咧寫埋佢嘅故事，即係我知道係好多人睇咗之後都好有共鳴，好多好多。有時即係特別係女性啦，佢有陣時直情可能寫到好 detail， 好似一個故事咁樣成段嘢咁樣寫俾我，譬如可能我有幾個小朋友，我老公又點我都經歷過好似張明心咁樣嘅狀態，點哇！我比佢更癲，更歇斯底里啊！即係你呢啲已經好算算好濕碎啦，又乜乜，即係好多好多，跟住話你而家經歷緊嘅嘢，我都經歷緊啦。又話我喺你嘅眼神見到自己啊！哇，好多即係好多呢啲留言，呢啲留言好多，我好感動咯，真係好感動咯。咁你會唔會親自回佢哋嘅？我唔會全部回，因為可能。香港嘅即係點講咧？香港我自己嘅 social media， 再加埋內地，咁內地嗰啲可能係講緊係幾千個留言嗰啲，我可能未必真係每一個都回到，但係我可能盡量都會 like 佢哋啊，咁又或者可能寫一個。即係置頂嘅一個標題，即係多謝大家去支持啊咁。咁因為我實在冇辦法每一個都會係，咁我都希望佢哋體諒係。但係嚟緊你同賴慧玲好似各有一集，係你哋自己發揮嘅喎，話嗰個背叛喎，係咪背出軌？不忠係啦，不忠嗰集裏面後面。不忠係咯。不忠其實我又唔記得第幾集同第幾集喎，但係其實嚟續續，譬如可能有幾個，譬如可能我哋戲入邊嘅主角都未出嘅，即係可能頭嗰五集啦，其實主要就出我哋 family 啦，即係可能我啊、子日啊、個女啊，再加埋樂意啊咁樣啦，即係主要都圍繞住離婚，所以其實頭五集係比較激烈啲嘅，因為一嚟就已經離婚啦嘛，咁離婚嘅狀態咪就癲，即係好頹喪啊、癲啊、喊啊、好傷心、好傷感嘅狀態，咁去到第二部曲不忠嘅時候，其實又去另一樣嘢，但係嗰個故事係延續嘅，但係你都可以喺每一集嗰度睇翻之前冇睇過嘅，譬如好似第七集咁，咁耐以嚟冇播過，我點樣發現啊子日離婚？除咗我揭佢咁嘅婚後事之外，其實仲有唔係，仲有另外一樣嘢係會播嘅。咁即係可能每一集你都會有少 hints， 你睇翻哦，原來佢係咁嘅，原來佢係咁，即係每一集都會有啲。
有啲唔同嘅嘢，同埋了解多咗咯對個劇情。咁我真係唔記得我自己仲有邊，即係都有嘅，即係可能仲有啦，譬如可能黃敏奕啦、天宇啦，可能賴慧玲啦，佢哋都未真係有佢哋嘅視角出嚟咁咯。咁所以嚟緊嗰筆鐘都應該陸陸續續佢哋都會出嚟咯，大家都非常之精彩。但係嗰個話你同阿黎諾爾喺個泳池嗰度。好癲嘅咯喎，玩得喂唔係嗰個兩個純粹係朋友嬉戲啫。嗰場我唔講咁多，總之就我擁佢落水，佢擁我落水咁樣嘅啫。咁啲對白嗰啲我就唔講啦，劇情嗰啲我就唔講啦。咁但係嗰個暫時都係仲係未有嘢嘅。我同樂爾應該係去到錯愛。哦、慢慢等啦，第三個禮拜係錯愛。如果你睇咁多留言，有冇睇到好多網友話，如果係你同阿浩信演會仲好睇喎？嚇！大家入戲太深啦，係啊，大家入戲太深啦，同埋好多人都點？我唔想搭曬啊，我唔想宣傳嗰日冇嘢講。呢啲其實真係，所以唔係啊，宣傳嗰日我驚冇嘢答喎，大家要又問翻我啲問題，我點算？你禮拜四先宣傳啦，咪仲有一二三集啊嘛。唔係禮拜四，我下個禮拜二宣傳啊，五號宣傳啊。唔係七號咩？唔係啊，五號啊。咁不如講下好啦，到時你嚟再問，到時你嚟再問。你之前有睇宋世傑啊嘛？今次曹信有冇睇翻你啊？有冇支持翻你啊？你到時先再問啦，你唔好問啦，問其他啦。我驚到時冇嘢講啊，冇嘢講，到時再問啦。專業嘅演員嚟嘅，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好劇本，即係又。即係係咯，即係好劇本、好角色嘅話，其實都唔介意嘅，係啊，嗯，係啊。係咪咁多年未試過？啊，未啊，冇啊，同劇啊，同劇有。邊部記唔記得？唔記得咯個名，但係記得好似係有嘅，但係都唔係好，唔係好多。你啊，點解會連同阿黎諾爾合作過都唔記得嘅？佢話覺得自己好冇癮啊！那個是四葉草，他是遞出來的老闆。我看到他的樣子很尷尬，因為不是他對手戲嘛，那你很容易忘記的嘛。說的是多少年前？他眼中沒有他。十幾年前的事了，我哪裡記得啊。是，我是有些老人痴呆的，對不起黎諾爾，黎總對不起啊。那浩信有沒有看你的劇？我不知道，因為他現在在拍他自己的出事，是啊，那就不要騷擾他了，是啊，是集中在他的狀態那裡，是啊，嗯。